姥姥，这么多黄瓜你就吃皮啊？在单位做出来比肉好吃啊。就这啥味没有我可不吃。你小子，姥姥做好了吃了还想吃。姥姥，这都吹成水了到底怎么吃啊？姥姥做成凉皮你就知道了。就这还能做凉皮啊？哇塞，姥姥这颜色挺好看的呢。待会更好吃，感谢大家帮姥姥点个小爱心呢。